第三课，谈论家庭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许昕，你呢？我叫李丽。你是北京人吗？是，我是北京人。你家里有什么人？我家里有爸爸妈妈、哥哥、弟弟和我。你有姐姐和妹妹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姐姐，也没有妹妹。你家里有什么人？有爷爷、奶奶、爸爸妈妈和我。你爷爷好吗？他很好。你奶奶呢？她也很好。课文。丽莎的家。丽莎是纽约人。她家里有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弟弟和他，一共五个人。奶奶和爸爸都是中国人，妈妈是美国人。丽莎今年17岁，她有许多中国朋友。